国这帮看法是来看洛杉矶道奇队日本一个球星大谷翔平，今仔日来讲出着伊大联盟生涯第176支的全垒打，打破着传奇球星库斯拉松井秀喜的纪录，来改写着日本球星大联盟上侪全垒打的纪录。福国为球迷等真久，道奇队22号主场小镇大都会八大雄兵本季第五轰，大联盟生涯第176轰，破纪录的时刻。Smashes this ball, forget about it. Marte doesn't even move. It's gone. 2-0 LA. 奥塔尼上三局下潜起来替道奇队开场，摕着两分。MLB 第176轰嘛超过传奇球星马最上雄井秀喜，加入日本出世的球员大联盟上侪轰的纪录。每当伊休困的时，嘛用野花枝放慢动作来看，嘛是真缘投。啊，那这球有外高，阁爱看大都会外野手 Starling Marte 的反应。Starling Marte just stands, stays facing home plate, and now which fan gets it?一个好运的观众接到球了后，根据美国体育网站记者的消息，伊选择家己来收藏，而且阁摕到官方的认证，避免顶届道奇队风险了讲，将被球迷甲大国派球搞断去的争议。比赛了后，大国嘛接受访问，表达破纪录的心情。素直に嬉しいですし、ちょっと前回のホームランから。かかってはいるので、早く打ちたいなとは思いつつ。大国表示，其实最近才知影已经接近上千的纪录，了后就改当作目标，即马总算会当安心。不过后一个目标是啥呢？其实道奇队总的 Dave Roberts， 伊的老母是日本人，伊嘛是道奇队日本出世的选手当中队数上侪七轰的保持者。そうですね。その前に監督の。記録を抜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。即季已经拍五支 home run 的大国破家己总的纪录，看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啊，那这场比赛道奇是真有效率，用九支安打摕到10分，10-0，完封大都会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